局警方近期接获了多起的报案，有诈骗集团盗用社群账号向亲友呢来传递帮忙投票的连结，声称是小孩或是宠物的票选活动，但只要跟着对方的话操作页面，就可能会被盗用银行的账户。刑事局也提醒了，投票抽奖网站都可能是诈骗集团操作的施作手法，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盗用个人资料，也因此呢可能会被加入投资的名义以的群组，因此呢遭到诈骗，就要提醒民众来路不明的连结千万不要点击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